这是港漫中最巅峰的一战，或许也将是我做解说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准。月落深横，夕光技术，水天一色，飞鸟翱翔，烟波浩渺，起伏连绵的河床铺着一抹抹清澈的流水。在这片开拓宽广的怡然景致，正是当时两大最强者所选择的战场。此时见一道挺拔的身影飘然落于大罗刹宗主跟前，来人正是武学修为冠绝古今的玄天邪帝。邪帝眼底闪过轻微的诧色，开口道：没想你早到了，你知道的，我时日无多。宗主对此闭眼淡然回应，此刻的他气息已与环境融合成为地的一部分，浑身无半点杀气，如天似水，与自然万法融为一体，平和中更让人觉得深不可测。而相反，邪帝的脚下潜水却不住泛起颤荡的涟漪，与宗主的静洽成对比，不太能控制情感的他对此战已经兴奋期待已久。三月初一，距离宗主大限之日此时仅余八日，宗主闭目凝声，此刻在我心中别无他物，只有这一战。你的状态是否已达万全之境？邪帝眼底的眸光绽放，凛然一笑：放心，我只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强悍。对此战，二人皆已达至万全之境，有着同样的期待，同样的兴奋，同样的享受。闻听此话的宗主蓦然睁眼，浑身气势轰然一震，暴喝一声：好，来吧，就看你我之间谁才是巅峰绝强。人随风起，宗主就是猛然一拳径直砸向邪帝，视线微挑的邪帝力掌一挡，刹那之间气浪翻涌，二人彼此皆是十八般武艺俱精的高手，拳来腿往，行云流水，战绩层出不穷。伴随一声清脆的砰响，腿来腿往间，势均力敌的两人同时命中对方，双双停下动作，用腿只显出两人全面性的武艺，唯有拳才反映出真正的本领。宗主和邪帝齐喝一声，祭出看家功法玄天邪罡与罗刹魁，双拳互击对撞到一起，两道拳劲相持不下，合成一股磅礴无匹的力量冲霄而起。空中数只闪避不及的飞禽在气劲余威下顿成牺牲品。正在两人激战正酣之际，不远处突然传来阵阵金铁之声，原来两人各自的兵器竟也按捺不住自行交锋。宗主见此沉声，那就开始比兵刃吧。三柄神魔兵似是感受到主人的战意，霎时弹射而回，各归其主。以二对一实在不公平，收兵入手后，邪帝打趣一笑，宗主持棍断喝：刀剑齐施方能使出你的最高实力，这才是公平。邪帝大笑一声痛快，回身一剑使出百剑无中，化出无数正反剑芒分袭宗主四周。宗主蓦然将是魂一分化为三段，祭出一式裂魂碎骨，剑棍交错缠锁，一时难分难解。剑走灵巧，刀中刚猛，焦灼间邪帝便招求破，祭出一刀绝空，挣脱围困，直取中宫。宗主见此，将三段噬魂结合，一棍下劈，却未能压下邪帝，凌厉刀气贯体而过。下一刻间，但见一阵金光自宗主身上陡然升起，震溃刀剑，在被击中的刹那，宗主已祭出罗刹战铠，临近大限这门绝技也蜕变为更强的黄金形态。但见宗主眼底红光迸射，咬牙喝道：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二十七大限将令我不断提升。邪帝见此，双眸微微一沉，回应道：寻常招数无用在彼，接下来我要以三招神技，三击内把你压下轰倒。说话间，邪帝刀剑二气流溢，使得河水倒流，形成多道水龙卷，逆飞冲天，气势磅礴，撼天动地。刀上风，剑气舞，纷纷扰扰断风云。第一神技以力制敌，但见邪帝心随意转，断喝一声，刀剑其实交叉一斩而出，快急无伦的刀剑之气宛若天河倾泻，直向宗主而去。云壁万顷，长空千里，多道透出刀光剑影的水龙卷冲霄盘旋，令积云为之溃散，化成侠气在空中飘漫。下方水龙卷之间亦如同形成一个结界，外间事物无从进入，形成真空，片风不起，正如其名的断风断云。邪帝第一神技令环境与招意融为一体，刀剑二气爆泄不绝，力量远胜黄灵石施展，感情得到圆满的邪帝变得前所未有的强。面对此招的宗主猛然沉吟一声：我期待已久。双手骤然持于噬魂两端，身如蛟龙腾至半空，同时祭出九幽冥空、九霄雷霆二霸，噬魂一端摇吸九霄天气，另一端则纳取九幽地气，两股劲力汇成球状，不断壮大。此招正是雷霆凌空霸的起手式。遥见宗主骤然持棍狠狠重轰而下，一声震天巨响，顷刻传遍四野八方，邪帝所有刀剑之气一登时四散两边。临近大限，宗主体魄远胜黄灵之
时所能续收的外力亦是其实的数倍，此刻罗刹魁二霸合一霸绝无伦的杀伤力已是寻常的十数倍不止。面对泰山压顶的噬魂棍风直举起身，邪帝眼神清冽，刀剑交错，猛然迎上。但遇到宗主及天地之气的二霸骑师，第一神技也要俯首称臣，力平之下纷纷扰扰，断风云首次被破。宗主顺势将噬魂化为三节，双棍齐轰邪帝胸膛，及天地之气的力量冲击邪帝全身，杀伤力之悍猛叫邪帝百年来首次真正的拜倒在地。受此一击的邪帝霎时呕血不止，半晌才从水中蹒跚起身，却不知他是否伤了元气。一击得手的宗主也不加以追击，反而闭目沉思，回想适才的火拼，反复思量敌我武艺的优劣，取长补短，临阵自我提升。片刻后，宗主蓦然双目一睁，神采飞扬，已有一番新的领悟，比上一刻又变得更强。调息完毕的邪帝此时却狂笑不已，高声道：我苦思百载的神技被你破得万分精彩，叫我既服又喜，真不愧是我的最强对手。第一回合你是胜了，不过神技第二招必将为我扳回一城。说话间，邪帝两柄魔兵同时脱手浮空，透发出阵阵摄人气劲，天地间一显静谧肃杀。